另外，我们带您看，这是鸿海集团拼四 G 布局在人才挖角战当中哦。那么今天挖了谁呢？鸿海今天宣布是要延揽前中华电信的董事长吕学景。那么由于去年12月中华电信更换了主帅，由蔡立行接任董事长，业界认为鸿海的这项举动除了为四 G 布局添一名大将之外，也有要跟中华电信互别苗头